来，我们先 start from kitchen。所以我们 mask up 做的厨房永远都是 wall to wall， 看好了啊。Down to ceiling， 上面不会留空间给顾客骂灰尘，这是第一点 ，OK。第二样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叫做 end panel。这东西叫 end panel， 你会看到两边都有。为什么我们要放这个 end panel？ 是因为我们在那边煮东西的时候会很多油烟，煮油烟久了会藏在那个冰箱后面，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那黑黑的东西。所以现在那些我们放了 end panel 的话，就可以avoid掉这些东西了。好 ，OK。再来第三样东西就进到里面了。这边的话，这个东西我们叫做 back panel。back panel 我们用的都是厚的16mm 的板，而且里面都是 color carcass， 里面的料跟外面的料都是一样的。我们 mask up 使用一种料，就是 fire resistant， we are the first in Malaysia。第二就是 water resistant up to 500个小时。第三就是 thermal resistant， 第四就是 scratch resistant。OK。怎么抠？它是我们叫做防滑。OK， 要拿 diamond 来抠， diamond 来抠是一定会滑，因为 diamond 是最尖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板都是用 diamond cutter 才可以 cut 的。OK， 再来，这边我们用的是 glass backsplash。OK， 为什么我用 glass compared to 那些砖的话，砖会有线条，它久了还变黑黑。用 glass 的话，干净而且又可以抹，可以弄到水没有问题。这边我们还放 LED， OK， 就把那灯出来效果就没点。Top 的话，我们是用 quartz stone。最高级的快速 ，OK， 它跟那个 top 现在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来的，可以卖，用 polish 也可以，没问题 ，OK。All our drawers come with soft close accessories， 包括这些门也是一样。在这个 area 呢，我们还包了这个 full basket 给顾客 ，OK， 可以放盐啊、油啊，什么都可以，就比较方便煮东西，好。包括下面的门也是可以。如果这边是用 gas 炉的话，我们的这个厨是 adjustable 的，那个 shelf。好，没问题了。做 hood 的话呢，插头全部都是在这个位，小事来的。还有放外给顾客用。来到这边就是洗衣机的位，我们也是有给你安排的。这样你就看到好像是另外一个孔板根，就不会缠在一起了。你在那里洗东西的话，那水不会喷进去。好，如果你是 front loader 的话，我们还加多一层 shelf 给你，就可以放东西在这边。如果你是 top loader 的话，因为它组这了，所以就比较难放到。上面的话，我们还给 adjustable shelf， 里面还可以收东西。再来洗手盆这边，洗手盆的话，我们用 existing developer 给你们的 ，OK。然后如果你有选择要换大的sink，也可以，没有问题，你们买我们帮你们装 ，OK。上面厨的话都是一样的 ，walk-in cabinet， splash LED lights，OK。还有的话，这个我们叫做 island plus cabinet， 是因为你们的 unit size 已经很 limited 了，那个 space 已经 limited。所以我们是做 island plus cabinet 给你们，所以你们可以收多一点东西。包括这边我们有做三层的 drawer 给你们，还有这些厨下面可以收东西。好 ，OK， 所以有什么问题吗？